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继续来随着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来学习诸大善知识的教导。那我们上个单元已经介绍了第四十一参的摩耶夫人，里面就是善财童子呢，他在寻访摩耶夫人之前啊，那先遇到的宝眼主成神，还有身众神，还有我们上个单元啊介绍的守护菩萨法堂罗刹鬼王。嗯，那这位罗刹鬼王的部分呢，就是先教导了善财童子有十个成就菩萨法门，则能够亲近善知识。啊，那我们上个单元就是介绍了这十种法门，啊，就是要能够培养我们，也能够啊跟菩萨的境界啊能够契合，那才能够真正认识善知识，才能够亲近诸善知识。啊，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接着下面，这位守护菩萨法堂罗刹鬼王呢，他还继续啊跟善财童子所教导的内容，还有善财童子跟他请问的啊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啊，那我们先称念佛号及赞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这位守护菩萨法堂罗刹鬼王，他应该也是一位啊大菩萨了啦，啊，他是一位护法，也是一位菩萨，那么他也可以教导善财童子啊，所以他告诉善财童子能够成就十种菩萨法门，得以亲近诸善知识，又告诉善财童子啊，他能够成就十种三昧门呢，啊，就能够常现见啊诸善知识，就能够看到善知识，啊，那这十种的三昧就是啊，能够法空清净轮三昧啊，啊，观察十方海三昧，还要于一切境界不舍离不缺减三昧，还要能够普见一切佛初心三昧，啊，第五呢就是集一切功德障三昧。啊，心恒不舍善知识三昧，啊，常见一切善知识生诸佛功德三昧，啊，还要常不离一切善知识三昧，啊，第九就是常供养一切善知识三昧，啊，那第十呢，常于一切善知识所无过失三昧，这十种三昧啊，本来我们说三昧呢是正定正啊聚，那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啊就是禅定的功夫，那只是呢在菩萨法门里面的三昧呢，它是就是要在菩萨行的不同的境界的菩萨行里面呢啊，要真正呢就是跟所修的这个菩萨行呢完全就是身口意三业呢都能够啊融合啊，就像我们说的啊，
第一个就是法空清净轮三昧的话，那就是他自己本身在一切诸法里面，他自然都能够看到诸法是空性的，那诸法本身呢是清净的，那用这样子的一种境界呢，是当作他自己本身对一切法的绝对的了解，那这样子时候他是称作三昧，就等于是他证到这样的境界了，那他无所不以这种境界呢来了解一切诸法，是这样啊，那以最后来说就是能够常于一切善知识所无过失三昧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在所有的善知识呢，应该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那我们就是有不足的地方啊，可是呢，当我们就是遇到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至少呢没有过失，没有过失。那没有过失，就是说，那我们能够跟善知识学习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小心恭敬，然后随时都观察善知识的境界，那非常的小心，那没有过失，这个也很重要啊。好，那他有这样子的一种随时检点自己，然后随时在观察善知识的境界，不要让我们呢，就是有妨害到善知识，或是跟善知识的教导有抵触，那这样子的时候，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很顺利的，是这样，就是没有过失啊。那我们就是要能够善于观察善知识，本来善知识是比我们高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就是非常的就是要能够让自己能够符合善知识的要求，是这样。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也能够都做得到，那就是叫三昧，这叫三昧。所以这样的三昧呢，也不是说我们就打坐这样的定，而是说以我们所学的这种境界呢，我们就是纳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虽然有我们的这种活动，可是这样的活动呢，我们是很谨慎在观察，是这样。那就这样就是三昧所以大乘的经典里面的这些无量无数的三昧啊，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菩萨行为就是修学的对象那证道的这样的境界，就叫是这种境界的三昧，是这样，所以才有各种这个白三昧啊、王三昧啊这种不同的种种的菩萨境界的三昧。那这一位守护菩萨法堂罗刹鬼王呢？那他又告诉他这十种三昧，我们就举例介绍了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啦。那里面就不再一一的介绍了我们刚刚就算是就是念过了，那大概就是我们从这个字义里面基本上的了解这样子。那这位罗刹鬼王呢，他告诉善财童子，就是如果能够成就这十种的三昧门呢，那就可以常现见诸善知识，这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如果身口意三业都在这样子的这种跟善知识的境界相符合的时候呢，那自然呢就看到善知识了，因为我们所证的已经是善知识的这种它的内涵了嘛，所以处处就可以遇到善知识，那这个时候呢，善财童子他听到了这位罗刹鬼王跟他教导的成就菩萨的十种法门，可以亲近诸善知识的，又有菩萨成就十种三昧门，就可以常现见诸善知识的这样的教导。他就很高兴的他就怎么样，就看着空中，因为这些罗刹鬼王他们也都在虚空中所以他就对着虚空中呢就回答说：善哉善哉汝为哀悯摄受我故，方便教我见三知识所以
善财童子呢，他就感谢这位罗刹鬼王啊，他说你为了要哀悯我啊，摄受我呢，所以就方便教我啊，方便教我就是说我现在要见善知识，因为他在路上他就是要去寻找摩耶夫人善知识啊，那他自己心里呢，因为就是还没有找到，所以他心里起一念说啊，我要怎么样子啊，能够找摩耶夫人呢？他一心一意的这样子的祈求的心呐，所以他证到的观佛境界智慧嘛，然后呢，他自己又心里又起了念说啊，那我啊，怎么样子才能够亲近尘世供养善知识，跟善知识同住啊？那善知识都已经是啊。这个超越这个世间的啦，啊，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所以就是还没有找到摩耶夫人之前呢，就先啊有这个主成神、身众神跟这位罗刹鬼王啊教导他，所以叫做方便，因为他自己心里想的说，我怎么样子能够找到摩耶夫人啊这样的善知识呢？所以啊，这几位善神呐，就这样子教导他。那么，他也请求这位罗刹鬼王啊，他又请问啊，说我要去哪里啊，才能够啊找到善知识呢？啊，那善知识是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一个说要我去哪里找啊？那这个善知识呢，是住在哪里啊？地方是在哪里呢？要怎么样子才能找得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罗刹鬼王呢，又回答善财童子啊，他说：“善男子啊，汝应普礼十方，求善知识。”他说：“你要普礼，就是普遍呢，就是礼敬十方了。佛呢，他教导就是啊，当时印度的一位童子啊，那他本来是很孝顺啊，那结果呢，他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啊，就是随着他父亲所教导他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拜十方，啊，东南西北啊，然后东南方、西南方，啊，然后这个南北啊，这样子上下这样子拜，啊，那佛就问他说：“那你拜十方是拜什么？”他说：“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教他，所以他就是拜，啊，他以为就是拜方向而已，啊，那结果佛告诉他说：‘那你应该要有正确的认知啊。’”十方各有代表啊，就是要代表我们的师长啊，还有父母啊，那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啦，还有自己家里的仆人呐，那一切的这些人呐，这些都要礼敬啊，叫做十方是这样了啊。那在这里呢，罗刹鬼神呢，他在告诉啊善财童子的普礼十方呢，就是说。其实呢，善知识是无所不在。善知识是无所不在啊！因为他问这位罗刹鬼神说：“要去哪里找嘛？”啊，那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有，是十方是普遍都有善知识的。所以呢，等于是我们的心呢，去到哪里都要心存礼敬善知识的心。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啊，能够普礼十方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是这样，啊，不是说我只往哪一方啊，那因为善知识无所不在嘛，啊，所以呢，要普礼十方而求善知识，那态度要怎么样呢？要正念思维一切境界求善知识，啊，这个就是要我们自己的心要放在哪里呢？方向是十方都有善知识，那我们的心要放在哪里呢？要正念现前，正念现前一切境界，思维一切境界，就是正念，就是我的心啊，当下都是很安定的，然后我看着每一个境界啊，一切境界是这样，都能够如实观察，是这样。啊，这个心呢，没有跑出去我们的妄想啊，我们的心没有想在过去啊、现在、未来是这样，啊，所以能够
正念思维一切境界，就是我们的心安住在现前的所缘境，心在缘中啊。好，我们所缘的境是什么？当下我们所对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安住在这个境界上面。这个本身呢，在我们说的就是就是在修行我们的这种禅定的功夫。那其实这个等于是我们的心的境界，我们自己本身都要很清楚啊。那用这样子来求善知识，然后我们的态度要怎么样？要勇猛自在，遍游十方啊。所以第一个，它就是要普理十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要正念思维一切境界。那第三呢，就是态度上面要勇猛自在，遍游十方，就是所有十方一切都要去寻求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等于是所有的善知识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观身、观心，如梦、如影，来求善知识。哇，所以这样子呢，就等于是说，他很精进的勇猛来求善知识啊，那到十方都能够去遍理。可是呢，又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跟我们的心，都是如梦如幻。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练习呀？还是说，我们观察我们的身体是如梦如幻我们这身体不是实有的我们这个身体呢也不过是我们过去的业力而显现的一个正报它是过去的一个部分的因所行的这个报所以。这个身体也不是永久，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它是一个梦，还是一个影子一样所以用这样子来观察，就是我们的心，观察我们这个身体，然后也用我们的心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是什么？我们心大部分就是在受想行识里面嘛，那我们心都是。放在过去啊、未来啊、现在的这一些的我们所对的境的这个成影里面所以就是观察我们的心，其实也是像在放现在说起来像电影一样，它像一个的这种情节这样子播放出来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没有执着在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要去看到我们要求的对象，是这样，那这个是这位罗刹鬼王教导善财童子那我们看这位罗刹鬼神自己本身应该也是一个大菩萨了，才能够教导。善财童子这样深入的方便法门那这个时候呢，善财童子他就受到这位罗刹鬼王的教导以后呢，他这个时候他就看到在他的眼前呢，就有一朵大宝莲花，就从地涌出，就从地涌出就是自然生出来的，就本来是没有，结果呢就从地涌出，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这个宝塔品见宝塔品也有从地涌出，它是就现在空中这个宝塔，从地涌出品，见宝的它是从地涌出那也有从地涌出品，一个见宝塔品一个是从地涌出品，那从地涌出品是释迦牟尼佛他过去在这个娑婆世界所教导的弟子们。他们一直都在地底下，都在精进修行，结果要护持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结果佛一说谁可以护持那本来是有他方的这些菩萨说要来护持，那佛说不用，我有我的弟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从地涌出来，是这样，还是从地涌出啊？所以这个地里面有很多啊，好像是它可以随着这种因缘而显现的境界。呵呵，所以这个大宝莲花呢，这个时候也从地涌出啊，那就是因为善财童子啊，他受到这位罗刹鬼王的教导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善财童子。随着罗刹鬼王的教导呢，他的心已经进入了罗刹鬼王所教的这个法门里面了。所以这等于是说，他在听的时候，他已经在思维，而且已经证到了罗刹鬼王所教导他的这个法门的境界了。那就等于是说，他都修到这样子的境界了嘛。所以罗刹鬼王教导他说，如果你能够修这十种菩萨的法门，成就了。还有这十种的这种三昧法门啊，还有你的心呢，都能够普理十方啊，然后正念啊，思维一切境界啊，那你能够做这些的法门的时候，那你就能够清净善知识啊，你就能够现见善知识啊。所以等于是说，善财童子听了这位罗刹国王教导他的这样的法门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到了。做到了这些法门，所以他就应该要见到善知识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宝莲花呢，从地涌出来呢，因为上面就是坐着摩耶夫人啊，所以他就见到了嘛。啊，那只是说在经文里面呢，他就要先描写啊，描写说这个大宝莲花呢，啊，它是很尊贵的啊，因为呢，它就是啊，这个摩尼为叶啊，还有这个金刚。啊，为镜，然后呢，这个莲花座上面呢，还有一个楼台，啊，就好像一个啊，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啊，这个好像一个房子啊，那楼台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说的啊，一个楼阁这样子了，啊，那这个楼阁呢，又有很多的这种珍珠玛瑙啊，是摩尼珠宝。啊，来装饰的。那这个楼阁里面呢，又有一个如意宝莲花之座，啊，就是有宝莲花之座，等于是这个整个呢，都是在一朵宝莲花上面，大宝莲花上面。那这个宝莲花上面又有一个楼阁，那这个楼阁里面又有一个如意宝莲花之座，那这个宝莲花座上呢，就有。摩耶夫人坐在这个啊楼阁里面的如意宝莲花座上，是这样啊。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种种的这一些的庄严啊的这种花啦，还有这种啊美妙的声音啦，还有这个香啊的这个水啦啊。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摩耶夫人啊，在这个宝莲花上面呢，就是让善财童子见到啊，见到摩耶夫人。可是当善财童子见到摩耶夫人的时候呢，他看到摩耶夫人呐，他所显现的是啊净色身，他就是清净的色身啊。因为这个时候摩耶夫人呢。实际上呢，他坐在这个宝莲花上面呢，他就已经在显现他的啊这种神通变化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称他为净色身，清净的色身，就不是我们的这种啊，只是一般的这种五蕴的色身啊，我们这五蕴的色身呢，我们一世这一世啊，从出生到死啊。我们变化不多了啊！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神通、特别的这种修正的境界了啊，我们大概就是最多就是健康一点啊，少烦恼、少病一点啊。那我们就是还是等于是这个啊血肉之躯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呢，基本上是不清净的，因为我们会流汗呐，对不对啊？那这个。每一天都要清洗，就已经啊，
比较不脏啦，不然的话啊，实际上我们一天身上的污垢也很多啊，是我们鼻孔啊，这个眼睛所流的啊，这个啊眼泪、眼屎啊，还有这个耳朵啊、鼻子啊，这个七孔长流不净，有没有？所以我们的这个色身是不净的，是这样子来的啊。那我们为什么啊要修这个不净观呢？也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身体，我们就起颠倒想了。啊，就是说啊，这人的身体啊，我们就会有这种贪求，所以世间说啊，有这个色欲啊，就是针对我们说的对人的身体呢，就有这个欲望，是不是？那实际上它本身是不净的，那我们就是心里起这种颠倒哦，那就把它想成哦，很美啊，很清净啊，啊，那实际上是不净的。那摩耶夫人的这个净色身呢，是真正的净，它是清净的。是怎么样呢？因为它不是五蕴身，而且它的这个身体呢，还可以起种种的变化，啊，所以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就有说的是色身三昧，它是证到这个物质的啊的这个身体呢，它可以做各种的这种变化，啊，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不清净的色身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有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啊，来解释说，摩耶夫人的这个清净色身呐、啊，有哪一些的作用？啊，它第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净色身呢，是超三界，超越三界，超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就等于是它的这个色身呢，啊，就已经是正道的圣的境界了，没有贪嗔痴烦恼了，啊，已经超越三界，基本上就是没有贪嗔痴烦恼，就没有贪嗔痴烦恼，基本上就是清净、清净啊，啊，所以有阿罗汉果，啊，它能够超越三界，啊，那而且呢，它这个超越三界呢，也不是说就住在这个阿罗汉的这样的一个啊。有余涅槃，啊，或是无余涅槃的这样子的啊，涅槃的境界，它是还要起一个积极的作用，它就是还要已出一切诸有去故，啊，就是它的这个三界呢，就是不会再堕到一切的啊这个六趣，啊，天人地狱恶鬼畜生，啊的这一些的这个啊恶道里面，或者是。乃至善道，啊，那他超出的这个三界色身呐，啊，就是没有这一些的这种啊贪嗔痴烦恼。那第二呢，他还可以随心乐色身，就是他随他自己的心所啊喜要所现的色身而变化，所以呢，他能够于一切世间无所着故。这是因为他对一切世间啊没有任何的执着，所以他没有执着的时候呢，他的心啊就不会呢只拘束在一个身上面啊，所以他随他的心所好要，就能够呈现不同的色身，是这样啊。所以他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前面是他的这个清净的色身。所能够起的作用，然后后面呢，就是解释他为什么能够证到这样的境界，啊，所以说第一个是他超三界色身，为什么他能够超三界色身呢？因为呢，他已经啊，就是出离了一切诸有趣，所以他已经没有啊这个天人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一些恶了，是这样。啊，所以他能够超三界，啊，所以超三界，啊，那第二个是随心乐，啊，色身呢，因为他已经没有对一切世间有所执着，啊，所以他没有对世间有所执着的时候，他的心呢，啊，就是等于是完全自主自在，所以他可以随他心里所啊喜好的，那么他可以啊。可以做任何的变化的色身，所以这个基本是因为他前面
他没有贪嗔痴烦恼嘛，啊，然后他对于这个世间也没有任何的执着，说要，啊，要在，啊，就是，啊，只是要在哪一个世间的这种对象，所以他就可以普现他的色身。还有下面啊，我们就举例几个啊，它里面还有说它的这个净身、净色身呐、啊，可以化一切色身，啊，随其所应而现前故，就是它能够化，就是变化，啊，化现一切的色身，就包括啊，就是它要度化的这一些的对象啊。天人、地狱、恶鬼，啊，畜生这些的色身，它都可以变化，啊，就是随其所应而现前故，就是它能够随它所对应的对象，啊，那它要现什么身就可以现什么身，啊，所以这个呢，就好像是我们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是这样啊，所以摩耶夫人呢，啊，她就是也证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随意可以变化她的这个色身的这样的境界啊。那下面呢，还有来形容呢，她的这个净色身呢的作用呢是非实色身啊，是非实，就是没有真正的。这种绝对啊不变的这样的一个色身，因为他得如实故，就是他的色身呢，就是已经证到的这种实际的这种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色身呢，是色受想行识啊所形成的，那看得到这个五蕴都不是实有。啊，所以呢，他就证到他的这个色身是非实有，是这样啊，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色身的实质的内容。啊，那下面呢，还有说他的这个净色身呢，啊，就是大悲色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色身呢，都是要来啊常护众生所用的，所以他的这个色身呢，因为都能够起种种的这种随意变化，那所变化的都是为了要去啊，就是护保护众生的啊，就是要去利益众生的，所以他的这个色身呢，等于就是要来用为大悲用的，所以称作大悲色身啊。那观世音菩萨跟所有的大菩萨呢，也都是可以称作大悲色身的啊，就是。它可以常护众生嘛，啊，好，那这些的这个色身，都是这位啊摩耶夫人呢，她证到了这个净色身的这种境界，而能够起这种种的这一些的作用啊，乃至呢，她可以无分别色身，她的这个净色身呢没有分别啊，因为它可以随众生的分别而起。变化，所以叫做无分别色身啊。他的色身，我们没有办法。第一个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或者是他是老的还是小的啊，或者是天呢、人呢，或是地狱、恶鬼、畜生呢啊，没有办法分别，所以他是叫做无分别的色身，就是因为他既然是随众生啊的所啊需要呢，他就现哪一个身呢？啊，所以它基本上呢，因为是净色身清净的，所以呢，它有各种各样的作用，啊，那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境界来显现它这个色身，所以这个时候的色身呢，实际上是更为丰富，啊，它的清净色身呢，是有各种的变化的作用的，那基本上是要能够先净化，然后呢起妙用。是这样啊，所以《华严经》最重要的就是要善用其心嘛啊。我们说这个《华严经》的净行品啊，啊，也是要怎么样来清净我们的心呢？啊，
就是要随着我们看到的这个境界呢，啊，起善念，是这样，啊，那所以他的净色身呢，本身呢，也就是净化了自己的这些五蕴身以后呢，然后起妙用，起善用，啊，那最后呢，对于这个净色身的结语呢，也就是说，摩耶夫人的这个净色身呢，它是非色、非受、非想、非行，又离识。那这个部分就是表示怎么样？它的这个净色身呢，不是色、受、想、行、识，是这样。不是我们一般的地水火风所成就的那这个色身呢，它的净色身呢，它只是像个影像而已啦，是幻化的，幻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执着，那这个经典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么早就翻译的这个经典里面，就有我们现在用的影像，我们现在还在用，这影像，我们要做什么影像现在就是很流行的，我们要做这个数位影像影像档这一些。那佛经里面就是把影像当做一个幻化，不实际的，不实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想到。有的人看电影还会哭啊，还会笑啊，那我们就是被那个情节所感动了，那我们反而把这个幻化的当真了，那当然是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它是幻化的，可是我们每一个过程，我们也是有知觉性，我们也是有感受的如果说那我们说那这个是幻化的，那我们好像看到人家痛苦，我们也不感到悲伤。看到欢喜的事情也不会笑，那我们这样好像变成木头人了，那这样也不对，是我们在这个中间有苦有乐，可是呢，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的心呢还是能够自在，那这样就很真实了，可是真实里面又要知道它是幻化，是这样，所以如果。佛菩萨看到我们众生没有起悲心、没有感觉的话，他就不会要来度我们了。如果说这个是影像，那就算了，那这样子就没有菩萨行了。所以还是要有感觉所以我们不要学佛学歪了，那变成看到什么人这样痛苦，我们都不动心那就不对，错用了。是所以。佛法是一个很活的，它是让我们的心是很活的。只是说他在讲这个境界的时候是讲这样子，可是整个的心是一体的。我们看到这个幻化，主要的是说我们没有真正的执着在这个境界是绝对不变的，可是，在每一个这种不是绝对的这样的本质上面的时候，它有过程性的。那每个过程性是有它的实在，当下的这种存在。那当下的存在，我们很积极的去面对，都要去积极的去面对，不是说学到说那这样这些都是幻的没有关系，也没关系，都不做了，他也不无所谓。是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心被这些困扰，可是有这些的境界，我们要去解决，是这样子的，所以还是很积极的。不是就是消极就不管了，是这样。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心呢，不要太在意在那个贪嗔痴上面，很得失心这样。可是还是要去做是这样。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得失心是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还是要有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心不是说就没有。那解决到多少的程度那。我们就是要比较自在一点，是这样。那是要用绝对的力量去做，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它的积极面。可是，在
这个程度上面，我们还是要看到说，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如幻啊，梦幻泡影是这样。所以色相啊，就是色相我们看得到了啊。那非受就是世间的苦受究竟灭故，就世间的苦。这个世间的苦啊，不是只有说我们世间不喜欢的啊的这种苦，连快乐也算是苦。啊，一个是苦苦，一个是乐苦。只要我们的心有动到了，啊，那种呢，就是被这个境所啊执着牵引了，那个就是苦，哎，是这样。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要从摩耶夫人的这个净色身呢，啊，我们也学习看看，啊，就是我们能够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啊，别人的身体啊，对一切的这些的现象啊，都能够如影像观啊。那对我们的受，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喜欢或不喜欢的啊。那这些呢的受都是苦啊，那都要把它究竟灭除，是这样啊。那这个因为是我们本身呐。只要是有自己主观的这些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种，啊，就是让我们自己呢，就是执着在那个里面。那个是我们自己主观的感觉啊，那个受就是我们的觉受，我们感觉到，哦，就像我们这世间的啊感觉啊，有的人啊碰到一点点热他就不行啊，那有的人他很耐热啊。啊，有的人特别说，我喜欢热，不喜欢冷，啊，那有的人就喜欢冷，不喜欢热，啊，就是不一样。有的人喝汤热，喝很热，他都可以喝，呼呼呼就一直喝，啊，那有的人呢，就一点点热不行，他一定要等它凉了，他才能喝。那有的人很喜欢吃冰啊，有的人不敢吃冰，就是每个人的受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客观性的，可是我们呢，把自己本来的这种客观性的反应呢，我们把它当做主观性的，是这样。我说啊，我喜欢这样，我一定要这样，那大家都要跟着我一样这样，那这样就是一个主观性啊。所以这个世间的苦受，我们就要啊自己来观察啊。那我有这样的感觉，实际上这个是我自己主观的习惯性而已。啊，那也许让自己忍耐一点，啊，不要在意一些，啊，那这一些呢，慢慢的，哦，我们的心也比较自在，就出离这一些的这种客观的烦恼性，还有非想，啊，不是想，就是但随众生想所现故。那在这里啊，就是看到的，就是摩耶夫人的非想呢，它不只是自己。啊，没有这种自己的这一些的这种对境而起的这种观察的这种想，啊，那而且呢，它是能够积极的，就是随众生想所现，就是众生想什么，那么他就去对众生的想而起作用。它主要的就是要利益众生嘛。那众生如果想要，能够得到什么，他就希望能够符合众生的需要，这样反而他的想呢是能够啊以众生的这个对象为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啊作用。那非行啊行呢，就是依如幻业而成就故啊行呢，本来我们说是一个决定力、意志力啊，像我们色受想。行，啊，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个反应，我们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啊，这个对外境的一个反应的一种意志力，啊，那这个时候呢，在以我们这个众生的境界来说啊，有这种行的时候呢，我们的意志力一决定的时候，就应该是我们的。啊，就是真正的有业有报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决定力了，那我们一定会有这种行动了嘛，啊，所以我们翻译做行，啊，可是
摩耶夫人呢，她是一如幻叶而成就，就是她本来没有自己要去做什么，她的行啊，那我们自己心里呢，我们啊，因为我们对着外境啊，一直都是在思考，然后一直在想，然后自己想了以后呢，就是说，哦，那我要这样做，我不要这样子做，这个都是意志力啊，啊，都是我们的决定性啊。那摩耶夫人她的这个净色身呢？他的这个行呢，他不是他自己的这种反应的，而是呢如幻的业。如幻就是他因为随着他前面的受跟想，就是因为众生有要想什么，所以他决定要对众生利益什么行为而去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如幻，就是不是他自己的执着去反应的。那离世。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六识的认识作用，啊，他自己本身呢，眼耳鼻舌身意都清净的，都是清净的，就是他自己没有主观的这种对外境的那种就是直接的说一定要用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主观的这种认识作用，所以他离这个事呢，他还积极的还菩萨愿智空无性故，就是。他是要以利益众生来度化众生的这样的愿，然后用他的智慧来行这样子的一种菩萨行的。可是呢，他连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愿跟智慧呢，他也把它能够看到他的这种空无性，就是也没有说哦，我这个是我的愿力，这是我的智慧。能够做到这样子呢，也没有执着，是这样。好，所以等于是说到能够度化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了。所以他后面说一切众生语言断故，以得成就即灭身故，所以就不是执着任何一切众生所以所能够谈论到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他这样的一个清净色身呢，就是。称作即灭色身，他成就的这个即灭色身是，已经是积极在行菩萨道了，而且就还没有执着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善财童子他又见到呢摩耶夫人他的这个清净色身，而且呢，他也见到摩耶夫人他就以他的清净色身呢，随着众生的心所耗耀而。现超过一切世间的这种色身，就等于是说，他观察到摩耶夫人的这样的一个清净色身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是这样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就先介绍到这里那我们就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起建49日药师法会，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恭请湛信法师主法，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
或0627166612，062716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接会回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方朝宗老师教授，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2，062716616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那话说回来啊，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九姐下定决心立誓来点亮这盏明灯的呢？灯论可以说是一部完整涵盖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总摄，一把三藏的钥匙。虽然呢文字上看起来呢非常的这个精简浓缩，但是呢内容却是非常的庞大，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精辟的语言当中呢就包含了就是海量的这个知识。比如说从修行次第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在讲到这个资粮道的时候，它点亮了文思智慧的明灯。在讲到这个家行道的时候呢，它点亮了禅修智慧的明灯。在见道的部分呢，又通过点亮现证的明灯来照亮见道之途。就这样啊，灯论成为了一部涵盖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一种总摄。在贤弟子抢救我的这个敦促之下呢，九姐就写下了这部著作。那为什么九姐称抢救委为弟子呢？而且是贤弟子呢？因为抢救委在九姐这里得到了法的恩泽，所以称为弟子，而且他是一位非常聚气的弟子，所以称为贤或者善。聚气的弟子呢，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合格的、有资质、有能力、潜力，而且符合条件，值得去培养的这样的一位弟子。过去噶当派大师有两种说法来解释贤弟子，一种是说那些能够通过依教奉行而让上师欢喜的弟子称为贤弟子，另一种说法呢是把那些所有人都很尊敬、人们交手称赞的弟子称为贤弟子。关于这个聚气的弟子呢，有一个故事。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九姐生平的时候讲到过啊，九姐曾经在三耶寺住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掌管三耶寺的人是菩提喇嘉，所以呢这段时期呢求佛吉一行人的这个食宿等问题呢都是由他来安排和提供的。那个时候呢他就想，求佛吉这么崇敬往昔的这个占卜，而自己呢又是他们的后代，出于这个虚荣心呢，他就希望能够从这个求姐那里呢听到一些赞美之词。于是呢有一天他就来到求姐面前问道说，
为什么我向你礼拜的时候呢，您就算是在盘坐，也会马上站起来向我回礼呢？而且据说强就尔向你礼拜的时候呢，您却没有站起来回礼，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菩提萨埵这么问啊，估计是就希望听到一些回答，让鸠摩罗说出他比强就尔更胜一筹之类的这种赞美之言。那么鸠摩罗什听到他这么一问啊，就回答道啊，您是藏地的国王，如果不回礼，在别人眼里呢就会像我是不懂礼数的样子。鸠摩罗什这个菩提萨埵听后呢，就是又问道啊，那强就尔也是占卜的后代啊，他在礼拜的时候您却没有站起来。鸠摩罗什说，强就尔是我的弟子。那菩提萨埵就马上追问道，我也不是你，我不也是您的弟子吗？啊，鸠摩罗什的听到之后呢，就刚开始就并没有说什么，过了一小会儿呢，只是说了几句是惭愧惭愧之类的话啊，就敷衍了过去，也并没有具体说什么。后来呢，这个噶当派的大德们呢是这样来解释的，对鸠摩罗什来说的话呢，强就尔可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弟子，所以呢鸠摩罗什呢就完全不需要看他的面子，看他的脸色，可以非常自在舒服，想做什么都可以。而对于菩提萨埵呢，鸠摩罗什就会觉得比较生分，无法感到完全的放松，总是心有这种忌惮。这是什么意思呢？作为一名弟子啊，不能让人有害怕的感觉，让人总想着跟他保持距离啊，给人一种提心吊胆，或者说是担惊受怕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不能让上师觉得要这个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的相处，这样的话呢，那上师就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起真正的师徒关系，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深意的。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己心里仔细想一想，体会一下，可能就会慢慢会明白。不管怎么说呢，如果上师对弟子一直都怀着一种不能完全放松，总是有所忌惮有所顾虑的这种心情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建立起一种能够成就解脱的师徒关系。比方说呢，马尔巴对米勒惹巴就完全没有顾忌，心里不需要有任何的忌惮任何顾虑，他想要怎么对待米勒惹巴都可以。而且呢，米勒惹巴也是全然的接受，理性感性上都欣然接受。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师徒二人的就建立起来了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真正能够实现解脱的这样一种师徒关系。这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自己上师的时候，尤其是想要建立真正师徒关系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揣摩体会和用心观察的。